本期话题：打羽毛球减肥吗？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打羽毛球是一项比较好的一种运动，因为是一种全身运动，如果运动量掌握得比较合适的话，是一个有氧运动里面比较好的一种减肥运动。当然减肥是要一定时间的，一般我们讲连续运动大约40分钟，那么就能够达到较好的减肥效果。为了达到减肥，通常的建议做一些就是比较中强度的运动，那么能够达到的减肥效果持续时间能够长一些。另外呢，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要减肥一定要配合饮食方面，控制饮食和体重，这是减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，特别是控制饮食总量，那么多吃蔬菜多吃水果，那少吃那个油腻和主食。另外呢，还要就是说生活规律，再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减肥效果。